你根本也没有开一个座谈会啊！啊，你在诚意说明这种动车这样就这样了，啊，你有开，你地方上也没有召开。
除了一个以外，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够长存生根。我们农委会
定我们今天的规定就是这样子，会长就进来这样子。那台湾电力公司的一个回馈，不收起来，因为这是一个，这是合适的一个安全审查会议。最那我希望大家遵守这边的规定。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，我们怎么样啊？我们怎么样来监督？对，所以我不收起来，你不要动我的，你不要动我的。先决条件就是你要遵守这边的规矩。政府给予这个促进剂继续给予拨款，好，这是我们希望，好，做跟地方的政府。